集。西瓜体验民宿小帮手，草莓一秒就弄乱。整理了这个之后呢，以后就知道去住人家饭店的时候呢，千万怎么甩不直，千万不可以把人家弄太乱。知道了。够难的，记得这个东西都是要在这里的。整理房间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要当一个职人，专业职人。太难了。好，这样。我还没。我看一下啊。好。整理好了没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整理的好像很完整呢。怎么了？你不要给我弄乱！你还拼了力气，你过去，你走开，我铺很久，你还给我躺下去。啊，你铺了很久吗？我铺很久了。很辛苦，你还给我坐上来。我想问你整理好了没有？那你整理好了吗？嗯。你最好赶快整理，要不然待会我弄乱你的哦。好啦。你看，你看，做完之后全部都变成不平整了啦，不平整了，坏草莓。体验用戏偶导览，西瓜草莓进脱稿演出。今麦伫咧所在是西龙殿。啊，你讲啥物？是咧乾隆三年做的啦。乾隆，乾隆敢唔当食哈？乾隆唔当，袂当食。乾隆是皇帝，然后是在。听起来干干的你。干干的哦、喔，加点水就好吃了啦。啊，民国79年修缮的哦、喔。不然我们不要背了，来玩。呵，黑白翠啊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翠啊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翠，不行，能不能玩下背啊？安平老街的特色你知道，你知道有什么吗？我知，有很多东西可以吃，你从头到尾背的，吃吃吃吃都饱。我这样介绍可以吗？马西，你想要怎样就怎样。哦，有生姜滴，干妈点，还有碰饼哦。你都是东吃的。观光客来想爱虾米，就是吃，对不？好，还有哪一个？小炮台哦，这个太难了。还可以挑的哦。不要受人影响，知道吗？我们来互相加油一下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那唱个歌，帮自己加油打气一下吧。啊，100分！哼，加油！咱来起，惊到，然后惊。西瓜草莓体验当电器检测师，-17°，让人快要变冰棒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呢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都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冷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明？不是，这里这是毛巾，这是毛巾，这是毛巾哎！你看哦，口是硬的，真的太夸张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表示呢，这边非常冷，这边非常冷哦。你看哦，我把它折断哦，好，破了，这样子还可以折断，还可以当帽子哦，好冷哦，而且你看还可以这样。还可以这样折，然后都不会变形哎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各种家电，然后都要在很严酷的条件里面，然后测试他们能不能在这么严酷的条件里面都可以正常的运作，所以很特别。所以呢，除了去测试这个以外啊，你们也会在运作别的，不一定是冷，也会在热的地方，也会。而且大概也不会冷哦。还好，习惯。那为什么我们冷成这样子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去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测试吗？没有，你看待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剪刀石头布。剪刀输的人要把外套脱掉待3秒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你现在都知道你会出剪刀了。脱掉外套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带外套出去。你要给。
好冰哦！台南旅游心得，西瓜草莓来分享。不用西游记，西瓜草莓来推荐。首先呢，我们有到了奇美的检测中心，然后呢，看到平常所使用的这些家电用品，经过了很多很多严苛的考验，才有我们现在使用方便的东西哦。还有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我们来到了石鼓文化村，我们被人那令人震撼的鼓声所深深的吸引了。我们还有准备了一段鼓的表演呢。我们呢还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拿着戏偶呢一起来做导览员，是全新的体验。爬呀爬呀过山河，最重要是你有在家里面攀过岩吗？这个很漂亮的空间呢，可以让大家休息聊天，还可以攀岩做很棒的活动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这么多好看内容，大家不要忘记一定要收看我们的《悠悠西游记》。想更了解悠悠西游记，请锁定悠悠 TV YouTube 频道及每周六上午11点的悠悠西游记，带你好吃又好玩。